等一下去那边吧。等一下那边好大，我看下来过，等一下我回去，回去。蚯蚓都没。他妈的吃头的，操！空调蚯蚓。钓个太小了。今晚通宵啊，通宵啊，兄弟们，红星坡以前嘛，都这么晚了，红星都不点。 下，那下午吧，下午吧，好一点。马上可以，这么冷。对，蚯蚓别。把红星，把那个红星泼到一千再说啊！别着急，今晚通宵，别错过你们，今晚都是二三十斤啊。 就找边上就好了。欢迎宝宝啊！欢迎宝宝。 这下稳了，稳了，嗯，这下我感觉稳了，我就中货了哈，中货了啊，大货，大的嘛，大的，大的，进货，进货啊，兄弟们，先上条进货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，让小嘎哥来拉一下，我知道呀，我先让他们那个来第一条，就是这么大，这里就没小的哈，没小的啊，就没小的哈，没小的，一斤多了，好，漂亮，六六六，六六六可以过。